500块什么的，小钱。送 DJ 唢呐之后，他对你的看法加分差工具人权。哎呦，这时候男生就要懂得自保了，不要被当免费的工具人了。你喜欢当免费的，我也没什么办法了。适当的收手，好不好？停手！英雄联盟打那么久，自己也知道什么时候要拉掉，好吧？什么时候该退，该逼，不要 all in。你喜欢跟人家 all in，你就没办法啦，救不了你，队友拦着你都没有救，你只会脑充。自己应该要找一个停损点退掉啊。你看咱们当家主播送的一点都不手软啊，他妈还不黑他，干！垃圾王记得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他妈飞来是想吓死谁啊？好凶哦，这个纳尔！我操嘞，奎恩下路！这样换怎么样都是我们赚，他已经在喝水了，除非我们现在被jungle gank比较危险而已，我喝两瓶而已。我操嘞，还用致盲来限制我 poke， 这么凶。
我妈还站在旁边被智盲到，很衰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一直打针啊？妈的，灵光炸弹一直丢针啊！可以打，啊，一直推，这样我们有点危险。哦，教官在上，不知道干嘛一直推。不要推啊！现在可以叫菲亚来 cover。不要送血，因为现在他们下了双线没血没我，他们嘉文一定要来帮他。就中路被 gank， 这样我们就赢一波啦。只是中路这被 gank， 我们没办法控制。这样再赶快把小兵推进去就好了。我操嘞，这个灵光弹！刚刚看到嘉文旗子啊，是我看错吗？刚刚好像有人插了一根旗子来着。刚刚杀不掉，差点跳掉。角色怎么可能打得赢暴力双人组呢？索纳只要没有被 gank 的话，其实真的是蛮 OP 的对线角色。大概只怕瑟雷西吧，还有机器人，机器人还没有那么怕。角色对线真的超惨爆了，大哥，突然之间。Nice!
Nice， 普攻打不出去就是。哦，这个 TP 好猛哦！看来你是要看我关台啦。该关台了。施主，你在说什么？心中有光头，人间处处是光头，懂？Go， 本Ken。等他的眼睛下来，做一个守株待兔。那眼睛不下来，我操嘞！感觉他眼是下在这边浅的。他靠左边是因为嘉文在左边啊。没了，他妈弹到两下塔了。不攻，我操嘞！感觉要全灭啦！爆啦！呜！会是避单眼，我要去守护。哎，好像会赢呢。啊，不会，魔力不足。打了一点点，他妈还敢吃龙！别开啊，我们会输啊，视野不够、啊。等他们开，等他们开，我们反手比较容易。急。这个飞埃为什么一直碰到龙啊？你怎一直碰到龙？为什么一直碰到龙？
不是哦，他里面就有演哦。哎，没有人要过来。啊，不要杀我就好，拜托你了。别一只想开龙，摆明有眼，你们也没少眼的话，开龙就是送。中邪，这群人不能这样一直开哦。飞爱刚刚脑子撞到一样，一直碰那个龙，一直碰那个龙，一直碰，一直碰，一直碰，不知道在碰什么的。欸，我刚刚在这边，阿里如果可以先开大过来的话，我就可以搭那个搭姆奇勒斯了，奇勒斯会死。而且视野超差，换扫眼、带紫眼就能吃龙。反正不换扫眼、不带紫眼就想吃龙啊，就当对面吃素的。我紫眼刚刚没有买，身上钱不够。这波下路带完，中路再带一波就可以做龙视野了。军动我出，我是没有很 care 你想出什么，啊，爽就好。你看他会这样退，就表示这边就有眼啊！我操嘞！一个 double pink， 我打秒啊！我操，好险！这家伙跟他笑欸，等阿里回补过后再来吧。B 单眼怎么那么猛啊？他妈吃龙啊！而且我们两个指引要被拆了。我比你大绝我也爽，真的。啊，没魔，妈的！那是比你大局跟大治愈为爽。吓坏谁啊！我的天啊！叫人哭了一下，一下，哦，两个职业。这家人出眼石对不对？妈的，我就知道，眼睛的数量感觉他妈超怪的。Nice， 可以直接开八龙啊，不开小龙啊，开在攻击点。奎恩哦，奎恩才是重点哦。再清一个，嗯嘛，嗯嘛啊，不用嘛就死了。我帮你去上路 check。
啊，现在。拱啥小啊！我他妈终于可以关台了，我跟你讲，别嘴炮啊！我想关台！我操 ，godlike！ 哎呦，发现对面一个 fail。大绝都不屑交。对面 K 笑啦！对面决定要放弃啦！哦，你妈的！我操！我要被抢开了。这样子是一脸很生气的样子，感觉又从这个侧面啊，又没插进去啊，差不多要被开了，因为再往前他们就要惩罚你了。声音转小声一点好了，他唱的有点吵。好阴险哦，这个我刚刚上次就在这个三角手中被他阴的。哪儿跳跳啊？啊，不跳了。哇，还出陨落哎！我的天，跟谁学的？昆仑在笑，没哦，没死，太感觉了。亲一个，抱歉。快逃啊！呜呼！啊，下他尿尿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们要去搞起他们家的 jungle 了，搞起小龙40秒，又插一根眼，再插，你他妈再插，还插，
哦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教练，我想打球啊。那一个生气怒戳欸，我他妈还不打死你们狗。谢救援，谢救援。看到肉就想冲啊。双眼石真的是有够烦的。神，都神，都给你们神。是错了。好奇 Rampage， 这边感觉在吵架啦，因为打英雄联盟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感觉就是这个 jungle 先喷上路071，接着是 jungle 上路不讲话，接着是中路也会喷 jungle，妈也不一样，然后上路还是不讲话，接着下路也会喷上路，重点是为什么我看的这个上改名啊，感觉不是啊，这个麦克风一直爆，我自己知道原因啦，因为我太久没重开了，或者说太久没重开，麦克风就会自己将自体暴力，暴力。这样应该好了。我他妈还不还你！啊，中路要死了，死去！我看到飞艾，我他妈双手离开键盘了，这边。Yes， 感谢对面演员的配合，让我可以关台了。妈的，好险！我准备要熬夜了，好险我可以关了。喂，麦克风没爆吧？现在？喂，有啊，没事啊。